台上，她是一朵芬芳的茉莉花，用清丽的歌声感染亿万观众。舞台下，她是一名穿军装的川妹子，用爱心和真情让世人感动。本期红星艺苑为您倾情呈现《军歌声声》，军旅歌唱家李丹阳情系军营演唱会，让我们在一首首动听的歌声中，感受他那充满艺术魅力的军旅人生。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和小娜非常的高兴，随中央电视台红星艺苑栏目，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第二炮兵某部96361部队。今天我们在这里要共同期盼的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唱会，我们在这里要听到的是军歌声声，我们第二炮兵的著名的军旅歌唱家，他在第二炮兵的金场的演唱会，我们很多他军中的战友和朋友们来到这里为他助威呐喊来了。是的，我也跟小蔡一样都是助阵团的一员，非常的高兴。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2周年，我们也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68大。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作为二炮文工团的歌唱家李丹阳来到战友们的中间，用自己的真情和歌声对战友们表达最亲切的问候。是的，在这样的喜庆的气氛当中呢，让所有的战友们，让我们用欢呼声和掌声一起来请出我们著名的军旅歌唱家吧，让在军歌声声这样一首充满激情昂扬的歌曲声中走进李丹阳的艺术人生。有请李丹阳。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好。将军不习武不算第一武，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令，将军不习武不算第一武，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令。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
听到丹阳刚才那首《军歌声声》啊，哎，一下让我想了很多很多。这首歌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广泛的传唱，很多战士们都听着这首歌走进了军营，是这样吧？非常帅气的一首歌。对啊，可以说丹阳的足迹遍布了二炮的部队的大漠、高山、戈壁，所以是很难得的一位二炮的歌唱家。我们掌声再祝贺他一下，好不好？丹阳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川妹子，川妹子来到了第二炮兵部队，在军营当中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升，得到了进步。我想一个川妹子成为了军中所有三军官兵们喜爱的一位军旅歌唱家，这样一个路程真的是充满着光荣和骄傲。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请丹阳用歌声来讲述作为一个川妹子的成长历程，掌声有请。好，谢谢战友们。18年前的今天，我穿上了军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川军中的川妹子。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用歌声讲述一个川妹子的成长故事，好吗？亲爱的战友，这首歌我可以这么说，它是获得了我们中国首届中央电视台的音乐电视大赛的金奖，也是从那一次开始，
他被观众们认可，尤其是被我们战友们认可，更被后面的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所以唱的川妹子走进了千家万户，非常的难得。是的，我是唱的这首歌成长起来的，也是唱的这首歌了解和熟悉了我们二炮的官兵。从我一次一次的下部队，我真正的看到了我们二炮官兵是怎么样的在辛勤的耕耘，在怎么样的默默的奉献。从此以后我就爱上了二炮这支部队，爱上了我们英雄的二炮的官兵，爱炮了我们所有的军人。多好听啊，真感人。其实他说到这时候我都很感动，他有很多照片可以记录下来，让我们看看他的照片好不好。这是这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全军应我们中央军委的指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和我们的官兵共度新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骑兵连，为我们的官兵们慰问。大家看这张照片，是我们在湖面上，已经我们顺利的通过了湖面，因为地下全是结的寒冬腊月结的冰块。真的，我觉得通过那次下部队，我真正的体会到了我们的二炮官兵多么的艰辛，多么的不易，他们做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奉献，所以说我油然而生的对他们生存了同情之心。那么在我们在转场的时候，我看到大家看到这幅照片，一个非常年轻的战士在一个哨岗上手持着钢枪，威严不可侵犯的那种庄严的样子，让我们感动不已。我们强烈要求下去要为他演唱。我收遍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带去取暖的东西，只有用我的歌声来温暖他的心。于是我强烈要求唱了一首歌，这首歌我记忆犹新。我相信如果这位战友还在军营的话，他一定会记住那个时刻，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刻骨铭心。那一刻那种战友情，那种官兵爱，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军人的一种情怀。那么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我们这位年轻的战友，也送给我们在座的和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当兵的人，一首《当兵的路》送给大家。掌声送给李丹阳。你可知道？
每次唱这歌的时候，我真的都会动情的流泪，因为那一天我就是哭着给这位战友唱完的。所以说每次唱到这首歌，我都会怀念他，想念他，虽然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他永远会不会忘记我们这个当兵的路、当兵的历程和当兵的生涯。谢谢战友们。给了我唱歌的源泉和动力。我们都知道丹阳呢，从川妹子参军入伍，转眼18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18年呢，她取得了很多的荣耀。她现在呢是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的青年常委。这些荣耀真的是得来不易，是你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努力。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是有很多很多的老兵老战友一直关心着你，一直看着你这18年的军旅生涯，你知道吗？对，是部队对我的培养，是我的部队的官兵，亲爱的战友们给我不断的鼓励和鞭策，才让我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今天在你的演唱会的现场呢，我们栏目组呢就请到了几位退伍的老兵，你的老战友。真的？在哪里啊？他们过去是在电话里聆听过你的歌声，但他们一直没有在现场看到过你，听到过你唱歌，所以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他们也是可以说是不远万里从全国各地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你的演唱会的现场，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想见一见你。虽然说十几年的时间，但他们一直在关注着你，哪怕那个时候他们是电话里聆听你的歌声。你不知道这件事吧？我不知道，现在我也特别想见他。来吧战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三位军中的老战友，掌声欢迎他们上场。你们好。你好。你们好，也太帅了。哇，三位老兵老战友啊，你们好，敬军礼。
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老兵杨波，郑志华，张宝。我想问问三位战友啊，怎么你们只是电话里聆听过丹阳的歌声呢？当时我们在这个云南边防执行任务，有一天上边通知我们说是有部队文工团的来慰问我们，得有歌舞团的，地方歌舞团的都有，我们当时高兴的，结果第二天通知我们说来不了这个阵地上，所以说我们只能用电话来聆听他们的歌声。后来我们听到一首母子情两地书，后来我们打听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就是现在的李丹阳。哇，一下十几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哈。丹阳你还记得这件事吗？他说这个事儿啊，我真的是就像昨天的事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说我是个小姑娘，那会儿我确实不太老，那会儿我是一个妙龄少女小姑娘。那个时候我还在地方，还是个重庆歌舞团的歌唱演员。我们应就是说领导的这个指示，我们到前线去慰问我们的这个前线将士。当时由于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到不了最前线，只有用电话的方式给对方演唱。那么当时我也是含着泪给对方的战友演唱的。我当时唱的歌可能有很多，但是真的我不知道对方听歌的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是我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是我们共和国的守护神。因为我也是一名光荣的军人了，真的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奠定了我有难舍的军旅情怀。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谢谢我们这个三位老兵的代表，是不是？我给你们敬个礼好吗？谢谢你们。当兵的岁月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难忘的岁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战友情。无论我们远隔天涯海角，无论我们是否未曾谋面，但是心中的那份战友情永远的是那么浓烈。所以在这样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充满情感的时刻，我相信我们的退伍老兵，我们的老哥老大哥杨波大哥，是不是也给我们准备了一首非常非常动情的歌曲，叫战友是什么，对吧？对。那么大家用掌声欢迎杨波老战友为我们唱歌。我曾经是一名老兵，军旅生涯我永生难忘。在这又回到军营的时刻，我在这里代表所有的退伍老兵，向在座的这个咱们的战士和首长以及全军指战员武警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谢谢你们。战友是什么？战友是两双紧握的手。战友是什么？战友是一杯浓浓的酒。战友是一口大火摇出的兄弟情。战友是一身军装打扮的情歌。战友是什么？
战友是两双紧握的手，战友是什么？战友是一杯浓浓的酒，战友是一口大火咬出的兄弟情，战友是一身军装打扮的情骨肉。这来就是回家了，对吗？因为每次到二炮，我都有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我经常这么比喻，二炮的首长就是我的家长，二炮的战友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们。每次一到了部队，我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里跟我的家一样的美，跟我的家一样的温暖，一样的温馨。因为这里就是我依恋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想用我的歌声告诉大家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我的依恋在这里。
的是除了唱了很多我们的军旅的歌曲以外，也唱了很多赞美家乡、赞美祖国、赞美我们的大好河山的歌。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把一些好听的歌和我们的战友们一起分享，好吗？我把这首歌以串烧的形式送给我们的战友们。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我们知道我们这支部队呢是驻扎在西北高原上，有着40年的历史。那么我相信这40年来一代代的官兵靠的是一种什么精神能在这样一个高原上驻扎？我部历代官兵扎根高原，战天斗地，无私奉献，形成了海拔高、工作标准更要高、氧气少，我们的奉献精神不能少，环境苦更要苦干不苦熬的高原火箭兵精神，可以说我们的守护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的奉献是为了祖国的安宁，我们将继续弘扬高原火箭兵精神，为军旗再添光彩。谢谢主持人。说得多好啊！我听说受到了国家和全军还有总部的多次表扬，已经有60多项的表彰，是这样吗？是的。多牛啊，真替你们骄傲。不仅仅是这样啊，而且我听说我们这支部队获得了很多的殊荣，获得了全国双拥先进工作单位，对吗？是的。还有一个是全国群众体育文化先进单位，还有一个是军事训练先进单位。是的。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我觉得真的是难得，是你们的无私奉献和刻苦训练取得这样的成绩。这样吧，部队长，我想请出我们部队的几位代表，也就是10位英模代表上台，好不好？好，来，有请我们的10位英模代表，有请我们的政委来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也展示在电视机前，让10000观众看看我们96361部队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站在我身后的这10名同志，这是我们这个英雄团队一个缩影，他们是全军优秀技术人才奖获得者吴殿刚，全军优秀地方大学生干部吴超，全军优秀放映员高红轩，全军优秀士官王世恒，一等功臣邱峰，二等功臣张宇波，全军优秀指挥军官王明峰，二等功臣谭林涛，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获得者彭培志，露军旗。哎呀，太棒了，谢谢政委，真的是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就是我们平凡工作中的杰出的代表，我希望你们再立新功，也希望在座的战友们再立新功，再创辉煌。苏珊殿似雷霆，利剑出鞘天地动，雄狮金驴火箭兵，叱咤风云是英雄。听炮弹在呼啸，看火箭在腾空，为祖国而战，我是真英雄。真的是我会说啊，丹阳的歌真的是独具魅力，因为他的甜美的嗓音，也因为他真的是肯努力肯付出，所以在他这么长的歌坛生涯的历程当中，丹阳也取得了全国的很多歌唱比赛的大奖，而且我也知道丹阳参加了无数次的我们国家的重大的演出啊，春节晚会的演出，也随国家的艺术团呢去了全世界很多地方去演出吧。我想我们听到丹阳的歌声之所以是这样的充满着魅力，正是因为他有着别具一格的与众不同的嗓音，其实在你的很多的成名曲当中，
我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我相信也是战友们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一首歌《红月亮》。今天是不是也准备要唱给战友们听啊？好，把这首热情欢快的《红月亮》借此机会也唱给我们在座的和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官兵和所有的朋友们，好吗？好，有请李丹阳《红月亮》。